患横行。狄仁杰啊，你若继续如此，百姓将无生还之望。都是父母官，救百姓就是救自己呀、啊！朝廷下令封城隔离，那是要放弃并州所有的人。这里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呀、啊！你是怎么确定这些就是老鼠啃食的痕迹？那可是上千条人命，不能就这样放弃了。我早已将此事许给你弟怀英。炼丹坊找的料，怎么会在这里也能找到呢？楚权来了，点火！宁战死，不打！狄仁杰跟杨青天亲如父子，杀了狄仁杰，一定效尤。跟我一起上路。